个胡三爷是什么关系，你心里应该有数吧。李姨，你就好好回去做你的村妇吧。你现在高兴了吧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得如此田地？娘，那是爹爹的玉佩。爹的贴身之物，那怎么会在小姑那儿？她一个寡妇，能奈我何？就让她去和我那个死鬼二哥作伴吧。那就……季红，你离桌子近，你狠狠地撞一下桌子，把那个茶碗撞到地上。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所有的选择都是命中注定。娘，出事了。又怎么了？是姨妹子出事了，惹县令老爷不高兴，给她关禁闭了。池月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开酒肆抢生意，县老爷能高兴吗？县老爷那边传出话说，过几日会派新的人来接管酒坊，好像是那个什么春娘的表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最近夜观天象，推算出了下个天狗十月的日子。哥，那如果娘和夫子在一起了，你是支持还是反对？我是喜。你刚才喊我娘？此山子戏不都是喊你娘吗？那好，这次喊了，以后可不许改口了。今日李老太太拿了一份休书要休了我，可从那份休书上，我怀疑李平的死有蹊跷。李平他咬破手指头按的手印，可见他要休你的决心。你赶紧把房契、银两和三个孩子都交出来，滚出李家去。我呸！我根本就不稀罕做你李家的媳妇儿，但若要以此休掉我，抢走那三个孩子，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我好惨啊！谁呀、啊？大哥，是我，我是李平啊。